其实做个铁路人很简单，你就坚持了你要做一个铁路人，你不要三心二意，把你的工作做好就对了。所以我在退休的时候，本来是那个时候，是本来叫我到另外一个机构嘛。我坚持不干，我说我既然进了铁，我一辈子都要做铁路人。铁路，因为我在成功大学都是在念交通管理系，我们毕业了以后就分发到铁路，从开始就从实习生开始。我说实习生很有意思，很多基层的工作都遇到。甚至行李过磅，甚至你去坐货物列车很辛苦，多半都在晚上，尤其是开彰化的这一班这个车，那是晚上运煤，经过海线，风往里面吹，煤灰往里面吹，你等到了彰化的时候，浑身都是煤灰，脸都是黑的，又冷，穿了个棉大衣在那缩在那里睡也没办法睡，那是最辛苦。实习完了以后就到华山站，那是一个货物站做副站长，因为在那里可以学到很多铁路基础的工作，因为你对基础的工作有了解，有认识，有接触。到后来我对我的同仁呢，尤其在做基层的，尤其还像这种货物列车啦，还有倒班工啦，那个在路线上的工人，天气好在那做，天气不好也在那里做，真是铁路这个基层员工是非常的劳累。发生以后，正好那个时候铁路局开行这个民国55年嘛，开行那个光华号。开行光华号的时候，铁路就是升招了一批，一共有4个人。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去跑光华号做列车长去了，被第一班车。我接这个工作1个礼拜以后，省政府宋省长找我，他说我现在叫你去做这个工作，为什么现在还要出轨？所以我们记得在84年的前后，列车出轨，心里面很焦急，但是没有办法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，因为铁路是有很多重大的投资，所以因为铁路的投资，所以有很多对于设备方面呢都应该要筹划，但是呢都没有很充裕的经费去做。我们在路局大家一起呢花了一些功夫，尤其是正线部门呢先把它筹划钢轨，侧线的部分呢一步一步地再去做去，一直到后来这几年的时候呢，所有整个台湾铁路的轨道都是新的，所有的枕木是新的，所有的路基也是重新在整理，所有的排水沟重新做。你看到今天很少听到这一类，我们应该要做基础工作，要做扎根的工作，你那个时候做扎根的工作，做一些基础的工作，是为后来的带来一个。所以我那个常常跟同仁讲，我说前面的人给我们吃的苹果有点酸，我说今天我们给以后的人吃的苹果要甜的。有一天，他就找我到他办公室去，他就说他当局长有一个理想嘛，有一个
计划，就是准备要修一台蒸汽火车。我想蒸汽火车修有两点，第一个，这是一个文化资产，所以这种文化资产你不把它留下来陈列一下，让后来铁路的同仁也可以看到，让社会的人士也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教育的材料，也是一种文化资产的一个保留。第二一个，我还有一个出发点呢，把这个报废的车辆修复以后重新拿出来，我是要提高我们同仁的工作士气。当时宣布的时候，台铁同仁老实讲都很 shock， 然后大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当时 CK10 已经71年的车龄了，然后退休老师傅也大部分都是70-80岁的高龄，然后呢也没有零配件，图面都没有，也会开蒸汽火车的人呢几乎也都没有，所以认为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他们回去以后找了外面的人，以及自己的所有的老技工啊，退休的都呼喊在那边，就说可以，所有的退休的那些老师傅啊流着眼泪做，这当年他年轻的时候说是维修保养的东西已经老早都没有了，现在你要让它复活，找不到图案是吧，自己去画，自己才去想，所以这老师傅参与到里面，又带领了现在的一些同仁一块把这些做出来。这个图案，这个图案废话转在哪里呢？我废话转在这里，在这里老啊，就是讲，只要你较艰苦，就是讲，我嘛是爱支持下去，一定爱这台个做到好，我出去一走，我社会上的人看我，开始铁路局不是好笑的呀，这智慧开两台车，好没有？啊，他躺过去，那老师傅好可爱，真的很可爱。这个参与那个任劳任怨，教导年轻人呢，他们的那种心境，这好像是爸爸带儿女一样。做蒸汽火车哈，另外一个最大的困扰是，很多人说会说我是不务正业，啊，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挑战。但好在哈，后来我是。不但把现有的车辆啊，我维护得更好。我记得一面坐蒸汽火车的时候，那一年的故障率哈，整整下降了100件的故障。员工的气势非常高，我修了这个，我还要再来一个。说这样子把这个气氛造成，那时候在机务单位里，他要把现在的车辆要维护得好，要保养得好。然后把旧车子要修理得好，我能够跟他比赛，他能够跟他比赛。我说我就是希望看到你这种一种活泼、很高昂的一种士气。我说以后我们在工作上面就是用这种士气来做。
你像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文化，这是一群人的生命，是吧？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，一点一滴、一点一滴留下来的，一点一滴。你铁道也是这样，这是过去这个千千万万数不尽的人，这百多年以来一点一点一点留下来这些东西。所以我认为，我们对于历史、对于这个文化、对于传统的这个认同，我们才会有生命的根。我说这个东西不是我要执着于过去，而是要认识过去，你才能去成就将来。师傅又带出来了第二代、第三代，啊，把这个技术的传承能够教下去，还有把这种心态也能够教下去，所以我们看到了过去在台铁的历史已经和今天融合了，尤其他们工作的精神，啊，始终没有松懈过，更是令我佩服。